那天我们就是准备，因为给我爸打电话嘛，给我爸打电话，他不接，我们就想直接去那个去地方，去他上班的地方去找他。然后我爸那天就特别特别反对，从来没有这么反对过，就那个说话的语气什么的。然后我爸爸那天可能就是确实讲的话过重了一些，然后小迪哥他也很累，就压力大了，然后他就走了嘛。我也不知道他会不会回来，我也不知道会不会回来啊，叔叔阿姨们。叔叔阿姨们，你们现在是觉得我要把小迪哥找回来一起再解决这个事情吗？还是说那个叔叔阿姨们觉得小迪哥压力也很大呀，让他休息休息，就是休息一段时间，然后我再去找他，这样比较好呀。叔叔阿姨们，我们下面有个预约哈，有个预约的咱们可以约一下。咱们点点这个位置啊，这个5月4号的10点啊，5月4号的10点。叔叔阿姨们，你们觉得我去把小迪哥现在去把小迪哥找回来解决问题的扣个一啊，我看一下。然后就是想那个小迪哥，让他缓一段时间，然后咱们扣个二看一下哈，我看一下有多少叔叔阿姨们是觉得现在找好还是缓一段时间找比较好。因为这个事情就是对我们俩真的影响很大。我们的对我们感情也是造成了增加了一个很大的困难。叔叔阿姨们，咱们下面有个预约啊，咱们都点了没有？在这个位置啊，咱们在的叔叔阿姨们，我们点一下，我们5月4号10点，咱们就是看一下小弟哥会不会回来，然后我们一起把这个事情给解决一下下。叔叔阿姨们，就是没有吗？我重新给叔叔阿姨们探一下，叔叔阿姨们有了吗？现在有了没有？叔叔阿姨们，叔叔阿姨们，我们暂暂点一下。是的，因为小迪哥走了嘛，然后我也很着急，我也想把这个事情快点给处理好。然后我就自己开了直播跟叔叔阿姨们，然后我就想快点跟叔叔阿姨们那个聊聊天，把这个事情解决一下。是呀，就是说得不到父母的同意是很难在一起的。你们觉得我要打电话给小迪哥吗？叔叔阿姨们，你们觉得我要不要打电话给小迪哥呀？我现在打的话会不会就是给他造成更大的压力呀？因为他本来就是现在压力很大嘛，他本来压力就很大，我怕我给他打个电话，他那个就是压力更大了，我就是怕这样子。应该要打吗？叔叔阿姨们，因为我觉得他走了这两天，他可能是，因为他又要照顾我家这边事情，然后他工作上的事情他也得忙的，就是说他一个人，最近休息也休不好，他分不出那么多的精力，去把两件事情都照顾得很好，没有办法把两件事情都处理得很好。然后他工作上也挺忙的，就是说他最近待在山里嘛，然后那个就是工作上的那边也一直在给他打电话，就是那边经常一些事情处理不好都要找他，我也看出来他很累，我也很心疼他。
然后就是我决定我爸这个事情嘛，就是给他造成了更大的压力，造成了更大的压力啊，真的特别心疼他。我现在就是怕打电话的话，给他，他走两天，他要是走个几天的话，他这几天能缓一下子，然后我怕我他这两天，他就是脑子里不想那么多东西的话，他就可以放松一下。我就是怕他，我怕他，我一个电话打过去，他就那个，就是又想到这些事情了，然后他又想着急处理好，他就休息不好这样子。叔叔阿姨们，如果你们觉得不打的话，我们扣个二吧。不打的话，我们扣个二看一下。哎，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这个事情。叔叔阿姨们，你们有没有什么好主意呀？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呀？叔叔阿姨们，你们都是过来人啊，你们也应该，都经历过这些事情，就是家里儿子女儿啊，远嫁啊，或者说娶得远的，你们碰到这种事情，你们是怎么办的呀？你们也会就是很阻拦吗？会不会也会很阻拦呀？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呀。叔叔阿姨们，我们这个下面有个预约啊。叔叔妈，我们下面有个预约，我们可以点一下，5月4号，咱们给他预约一下。我爸的话，他就是确实就是，很不同意这个事情，啊，我都没办法，我不知道该怎么跟他说，没有吗？我重新给大家，弄一下那个。叔叔阿姨们，你们说小迪哥的压力是不是也很大呀？你们觉得小迪哥压力是不是也很大？就是，经历这样的事情。不同意，确实是不同意。叔叔阿姨们，我有预约啊，叔叔阿姨们有没有看到？在这个位置啊。在这个位置，叔叔阿姨们看到了没有？是的呀，就是说嫁了近的不一定会过得幸福嘛，是不是？就是说如果以后跟自己过一辈子的人就是对你不好，那就算嫁到家门口也没用，是不是？就是说这个事情跟距离没有关系嘛，还是说要看人怎么样。我想跟我爸爸好好聊聊的，但是我爸他就是一直都不聊，然后，叔叔阿姨们，我那个链接给大家上了啊，大家看一下有没有，大家看看这个位置有没有，咱们可以点点预约啊。叔叔阿姨们，你们说他还会回来吗？你们说他会不会回来呀？我不知道他会不会再回来了，真的。主要是那天他走的时候，我爸把话说的挺狠的，然后我就有点不知道啊，不会回来。叔叔阿姨们，你们觉得小迪哥不会再回来了吗？你们觉得他不会回来了是吗？会的吗？我不知道会不会回来，我也不知道哎。爷爷奶奶的话，他主要是，爷爷奶奶是比较那个喜欢小迪哥的啊。爷爷奶奶是喜欢小迪哥的，但是这个事情吧，我爸那个想法一旦认定了，就很难给他改变，特别难给他改变。然后我爷爷奶奶去说的话，让别人来说比自己那个没有自己去解决的那个效果好啊。小迪哥。第一个是怕爷爷奶奶，操心这个事情，然后怕老人家担心，怕老人家休息不好。第二个是觉得，如果这个事情还要麻烦别人的话，可能我爸的对他那个看法会更不好，主要是因为这个。叔叔阿姨们，我们下面有个预约，我们点一下，五月四号10点钟，
嗯，到时候不知道小迪哥会不会回来。嗯，叔叔阿姨们，你们觉得如果小迪哥他明天后天都没有回来的话，我是马上就找他呢，还是说隔个一个星期左右再找他比较好啊？我不打电话，打电话的话，我现在也打不了，因为我们家这个地方它没有信号的，没有信号，就是要打的话，得明天，得白天去那个外面，山外面去那里，去那边打。因为打电话的话，我要去山外面打，山外面打啊，山外面打，我现在打不了的。我们家这个网只能就是，我们家这个地方就是只能这个联网拨一下子，其他的东西我们就弄不了。不要去找他吗？叔叔阿姨们，如果你们觉得我不找他的话，你们扣个一，我看一下啊。叔叔阿姨们，如果你们觉得我不找他的话，就扣个一看一下。我看一下叔叔阿姨们觉得是找好还是不找好啊？因为这个事情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啊。手机是没有信号的，有网，但是没有信号。就是说那个网跟信号不是一起的哦，是分开的。小迪哥他对我真的很好，叔叔阿姨们你们也看到了啊。之前我去城里嘛，叔叔阿姨们。因为去城里一段时间，也一开始没有跟大家直播聊天的，叔叔阿姨们都担心我，在城里小迪哥没有把我照顾好还是怎么样的，然后后面给大家开直播了，大家都看到了，小迪哥对我都很好，对我都很好，真的，他把我感觉他是除了我家里人，除了叔叔阿姨们，就是他是对我最好的啊。现在主要问题就是我爸不同意嘛，我爸不同意，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我看刚刚有些叔叔阿姨们扣二的，有些叔叔阿姨们扣二，你们是觉得不找好是吗？小迪哥他对我真的特别好的，叔叔阿姨们应该都能看出来啊，他对我特别好。我爸爸是担心远嫁，他担心远嫁，嫁过去以后受欺负啦，回娘家啦什么的，回娘家不方便啊，还是说去那边没有亲戚啊，没有亲戚照顾你啊，怎么样的？叔叔阿姨们，你们觉得我跟小丁哥不合适吗？有没有支持我们的叔叔阿姨们呀？有没有支持我们的叔叔阿姨们？咱们支持的叔叔阿姨们，我们打个支持啊！我看一下啊，我看一下有多少叔叔阿姨是支持我们的，因为我们的感情，也是刚开始，然后就没想到刚开始就遇到了这么困难的事情，真的，这个事情是很大很大的困难了，真的，家里人的不支持，它是很大的困难。好多叔叔阿姨支持我们，谢谢谢谢叔叔阿姨们，谢谢每一次支持啊！如果没有你们一直的支持的话，我们这个就更难过了，就是这个事情就更难撑过去了。谢谢叔叔阿姨们。就是说我跟小迪哥从认识到现在，叔叔阿姨们是一点一点都看着的啊，就是我跟小迪哥发生的事情你们都看着的。你们也能看得出来小迪哥他对我很好，然后我跟小迪哥也是真心想好好在一起的。现在就是我们俩好好在一起，然后我爸他不同意，他特别反对，特别反对，真的。我不知道他会不会回来，真的我不知道会不会回来。叔叔阿姨们，你们说怎么办好呀？给我出出主意吧，我真的。他现在走了，我本来这个事情我就挺很无助的，很无助。然后他现在走了，我也是怕他，在这个事情上费太多精力，我也是怕他在这个事情上费太多精力。真的，我看他每天
忙这个忙那个的，两边跑两边照顾，我就特别心疼，真的非常心疼，特别特别心疼他。小迪哥他也是想有我爸爸的祝福，这样能更好。他也是想一段感情能有那个家里人的支持祝福。小迪哥他走了，不知道会不会回来。叔叔阿姨们，你们觉得我要不要去找他呀？你们觉得我要不要去找他？要不要去给他找一下？我爷爷奶奶好像有点看出来这个事情了，因为小迪哥这段时间天天来我们这儿嘛，然后这些天没来，我爷爷奶奶也看出来了。小迪哥他走的那天，他把我送到家以后，他就很，他就是心情比较低落，他就走了。我估计爷爷奶奶也看出来了，然后话，我觉得这个事情应该瞒不了爷爷奶奶多久了，可能后面老人家也会知道，老人家也会那个，也会伤心啊。叔叔阿姨们，我给大家谈个预约啊，给大家谈个预约，就是。5月4号，5月4号的10点啊，咱们上午我们就是到时候我爸可能要回来，然后我们开个直播，就是跟大家聊一聊啊，因为叔叔阿姨们也是一直在陪我们度过这个难关。叔叔阿姨们，本来小迪哥他想熬完这段时间，然后就带我去城里的嘛，然后我估计这个试一下搞可能一时半会儿都去不了了。叔叔阿姨们，你们觉得我这段时间是在山里好，还是说怎么样呀？叔叔阿姨们，如果你们觉得我一直都在山里不好的话，你们扣个一，我看一下啊，我看一下叔叔阿姨们都是什么建议啊。爷爷奶奶主要是年纪大了，我不想麻烦爷爷奶奶去说这个事情。叔叔阿姨们，如果你们觉得我一直在山里不好的话，你们扣个一，我看一下。你们扣个一，我看一下，然后我看看是这个事情是怎么办好，真的。这个事情真的不能拖太久的，拖太久，你看我爸爸那边印象不好，然后对我们俩也很影响的呀，是吧，叔叔阿姨们，如果你们希望我走出大山，那你们都扣个一啊，咱们看看有多少个一啊，咱们看一下。真的，好多叔叔阿姨们都是想我走出去的。都是觉得在山里学不到东西的，都觉得山里学不到，也是大家也都是希望我变得更好，是不是？都是希望我变得更好。是的，好的，叔叔阿姨们，谢谢叔叔阿姨们，谢谢你们的支持。本来这个事情对我们俩就是有很大的困扰，就是如果你们不一直陪伴我们的话，我们也很难度过这个。叔叔阿姨们，我们下面有个预约啊，咱们都点了没有？我主要也是想让小迪哥他休息休息，就是说人的精神上累比那个身体上累是更累的哈，就是说你身体你可能干一天活，你都没有那个精神上的压力大那种累，叔叔阿姨们你们说是不是呀？那个精神上的累跟身体上的累是比不了的啊，真的。我觉得小迪哥他现在就是精神上很累，叔叔阿姨们你们说是不是呀？看不见预约，有吗？叔叔阿姨们，我们下面这个预约有没有？我再重新给大家谈一下。
没有吗？没有吗？有没有啊？现在有没有了，叔叔阿姨们？在下面这个位置，下面这里。小迪哥现在是很痛苦呀，这个事情对我们都很痛苦，对我的爸爸，还有小迪，还有小迪哥，还有我，对我们三个人来说都是痛苦的。我爸爸他不希望女儿远嫁，他希望我找个近的，他也是很困扰的。叔叔阿姨们，你们觉得我爸这种做法对吗？叔叔阿姨们，如果是你们的话，你们不同意远嫁，你们也会像我爸一样子吗？也会像我爸一样就是拒绝沟通吗？叔叔阿姨们，你们如果遇到这种情况，你们会怎么处理呀？叔叔阿姨们，你们都觉得我爸这种做法是不对的，是不是？其实现在问题就是出在远嫁上，还有我爸不愿意沟通上面。主要就是这一些，就是不沟通就不沟通嘛，不沟通我真的没啥办法呀。就是说想好好的去处理这个事情嘛，去解决。就是说不沟通的话，就完全不知道从哪里下手。叔叔阿姨们，你们说是不是？如果我爸愿意出来跟小迪哥吃顿饭，然后我们吃饭的时候，我们把这个事情，拿出来讲一下，就是说，也让我爸了解一下小迪哥他这个人为人怎么样。因为要了解一个人的话，我们得就是多接触几次，多在一起相处几次，是不是？叔叔阿姨们，你们说是不是？主要是现在就是拒绝沟通，他拒绝沟通，我们都不知道从哪里下手啊，都不知道从哪里下手，所以这个才是最难的。小迪哥他找了我爸爸好多次的，就是从那一次，从我爸回来那一次，他基本上每天都在找我爸。如果我爸不见他的话，他就给我爸发短信，都是那么长的文字，就是编辑了一段话发给我爸，都是这么长的，好几百个字的，就跟我爸讲了很多很多，讲了我们刚认识发生的一些事情，然后就是还讲了他以后有什么样的打算啊。但是我爸就是好像都给他否决了，真的好几次发了这么长的那个短信，真的特别难。我爷爷奶奶他是同意的。小迪哥他本来打算在这边买个，在这边就是下面有几户人家他不住的，然后房有个，他准备买在那边买个房子，然后就是经常在这边帮忙我们家，但是这个想法我爸好像也是不同意。但是我爸这个想法他也是不同意啊，也是不太看好这个想法。然后就是小弟哥也是实在没办法了，实在没辙了，真的把能想的那个办法都给他想了一遍，就是没办法，然后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叔叔阿姨们，你们觉得我明天找小弟哥，还是说让他缓个三四天，缓个一个星期的，还是说缓个一个星期的？叔叔阿姨们，我们下面有个预约啊，我们给他点一下，下面的预约点一下，在这个位置。叔叔阿姨们，我们都预约了没有？有没有都预约上？我们到时候就是我爸回来，然后我看一下，叔叔阿姨们，你们说我们下次直播要不要把小迪哥找回来呀？你说我们下次5月4号直播要不要给他找回来？就是我们大家一起把这个事情给他处理掉。看不见吗？看不见，我重新给叔叔阿姨们弹一下。
叔叔阿姨们，你们觉得我们五月四号的时候要不要给他就是喊回来嘛，喊回来一起就是把他找回来。叔叔阿姨们在下面这里啊，我重新给叔叔阿姨们谈一下，重新给叔叔阿姨们谈一下，在这里啊，在这里。叔叔阿姨们，你们觉得我要把小迪哥找回来的话，你们给我扣个一啊，你们给我扣个一，我看一下有多少叔叔阿姨们是希望小迪哥回来的。谢谢叔叔阿姨们，咱们希望小迪哥回来的，咱们扣个一啊，咱们把一扣起来。咱们希望他回来的，咱们都扣个一啊，我看一下啊，我看一下，咱们在的叔叔阿姨们，咱们都给他扣一下啊。咱们在的叔叔阿姨们，希望他回来的，我们都给他扣一下子啊。叔叔阿姨们觉得我等小迪哥来找我，还是说我去找他好吗？现在远嫁的话，可能我家去小迪哥那边要十几个小时哦。你们觉得十几个小时远吗？你们觉得十几个小时远不远啊？有预约的呀，有预约的呀，叔叔阿姨们在下面这个位置，在下面这个位置，叔叔阿姨们，我们有没有看到？没有啊，不远啊，叔叔阿姨们都觉得不远，是不是？但是我爸是觉得，路程超过一两个小时，他就觉得远，真的。像我们这边村里有很多人，他们都说嫁到一个小时、俩小时的路，他们就说那都算远嫁了，真的。我们这边的话是觉得，路程超过俩小时，他们就觉得远哦，没有吗？没有吗？我重新给叔叔阿姨们谈一下，有没有啊？现在有没有？叔叔阿姨们，你们的女儿都是嫁的比较近的吗？你们有没有远嫁的呀？你们家女儿有没有远嫁的呀？叔叔阿姨们都是过来人啊，你们经验比较多。我看看那个叔叔阿姨们碰到这种事情都是怎么处理的啊。咱们现在下面有预约了，已经有了啊，有的咱们给他点一下。国外呢，这么远呢，太远了，我这个十几个小时，我爸觉得太远了，真的没有办法。山里，主要是我们这边山里交通也是很不方便的，我们山里它不通公交，它也不通车，就是说回来的话，要不就是走路，要不就是包车的话很贵的，包车的话太贵了，一百块钱一趟，一般人家也舍不得包，太贵了，真的。我们平时摘个茶叶。一天都摘不到一斤，一天都赚不到200，都赚不到100块钱的，真的。我们这边山上，因为我们这个山比较偏，也没几户人家了，人也比较少这边。然后嘛，村子里人也少，然后每天就是，他们村里一些人，他们都不了解情况的，他们就自己看到一些事情。他们就在那里自己想，就是把你这个事情传的怎么样怎么样的。之前小迪哥来找我的时候，村里也在传，就说什么，说他小迪哥老是过来找我，说什么，还跟我爸说以后什么老是过来找我，说我这样被人家看见了，以后我都嫁不出去这样子。就是说他们山里就是，我们这边山里就是传的话啊。
就是说你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然后他们就会传的很那个，传来传去的，就是把这个话传的不好听啊。然后我爸听了肯定也生气呀、啊，因为平时爷爷奶奶住这里嘛，爷爷奶奶，因为我爷爷奶奶比较喜欢小迪哥来也比较开心的，然后他们就是讲一些不好听的话嘛，就说我奶奶什么不教好孙女怎么样怎么样的，就传了一些难听的话，可能传到我爸耳朵里去了哦，然后就是特别特别难，特别生气啊。一个我爸生气主要是因为远嫁，还有那个生气啊，那些人讲的确实是太那个了，然后就生气嘛，然后一生气小弟哥想找他解决问题就更不好解决，真的一点办法都没有，真的。我爸爸他是，我爷爷奶奶是比较喜欢小迪哥的，然后别人讲什么嘛，他们也都是笑一笑，笑一笑，因为别人要讲什么也没办法，是不是？咱们要别人要讲，我们也没有办法让去拦着别人呀，也没有办法让别人不讲。然后我爷爷奶奶也只是笑笑笑笑，但是我爸的话，因为他有个大伯嘛。有个大伯，你叔叔他们应该也知道的，那个大伯他就是也一直不太看好我们家，就是说讲那些话很过分。然后我爸妈又觉得，我爸从小又那个大伯小时候就性格上就压我爸，比较压着我爸的，我爸他小时候也欺负我爸，我爸也比较听他的话，然后那大伯那么一说嘛，我爸就更生气了。叔叔阿姨们，你们都觉得我要走出大山是吗？叔叔阿姨们是不是都觉得我走出大山更好呀？叔叔阿姨们是不是都觉得主动联系小迪哥吗？叔叔阿姨们，你们觉得，我去找小迪哥的话，你们扣个一；如果你们觉得小迪哥来找我的话，你们扣个二。钱的话，之前给我大伯的钱。之前给我大伯的钱，我奶奶后面看到视频了，她去问大伯把那个钱要回来了，然后，不能让大伯就是，拿那么多吗？你们说不是？不能让大伯白拿那么多，说是不是？因为这个钱也都不好挣呀，说是不是？这个钱也不好挣。叔叔阿姨们还是希望我去找小迪哥比较多的啊，叔叔阿姨们还是希望我去找小迪哥比较多的。但是也有些叔叔阿姨们是希望，等小迪哥回来的。叔叔阿姨们也是希望小迪哥回来。我是不会放弃小迪哥的，小迪哥他也跟我说过他不会放弃我，只是说最近这个事情啊，就是说真的就是给我们俩加了很多的困难哦，真的，本来就是想好好的一起去外面，本来就是想一起去外面，一起去努力。带我去学习，带我去见更好的世界，没有想到呀，我们出了这样的问题。我不会放弃小迪哥的，我相信小迪哥也不会说轻易的放弃我，就是说这个事情嘛，就是说这个事情他真的很难啊，真的特别难。这个事情我会坚持的，就是说我们俩都很着急的把这个事情要想把这个事情解决，因为我们觉得拖一天这个事情，我爸就对他印象不好，一天就多一天这样的。
叔叔阿姨们，我们这个预约大家都点了没有啊？预约都点了没有？有没有都点了？咱们在下面啊，咱们都点了没有？嗯，咱们没有点的叔叔阿姨们，我们可以给他点一下啊。嗯，咱们也可以点点上面这个转发的这个，点点转发的这个，我们把那个分享一下啊，就是说能让更多的叔叔阿姨们，嗯，就是知道我跟小迪哥的故事，然后也希望有更多的叔叔阿姨们来支持我们啊。嗯，咱们预约在这里啊，预约在这个位置，然后我们转发在这个位置哈。转发在这个位置，然后我们预约在这个位置，在下面。我爸他就是拒绝沟通嘛，真的拒绝沟通，我真的很难说，真的拒绝沟通了。叔叔阿姨们，我们都点了没有？嗯，咱们在的叔叔阿姨们可以给他点点。小迪哥，我不知道小迪哥能不能看到直播哎。我不知道哎，不知道小迪哥他现在在不在。叔叔阿姨们，你们觉得我这个东西发出来，小迪哥能看见吗？你们觉得我现在讲话，小迪哥能不能听见呀？给我攒一下。没有吗？没有吗？没有预约吗？那我重新弄一下啊。那我重新弄一下。有了没有，叔叔阿姨们？有了没有？现在有了没有？没有吗？啊？没有吗？哎，什么情况？是不是我网不好呀？嗯，有了没有？叔叔阿姨们现在有了没有？嗯，有了吧，有了吧，叔叔阿姨们，咱们在的叔叔阿姨们可以，我们给他点一下。咱们5月4号直播，我看看要不要，我看看怎么样，我看一下，叔叔阿姨们。叔叔阿姨们，你们想一下，如果你们帮帮我出出主意，你们觉得如果小迪哥没来找我的话，我应该是用什么理由去叫小迪哥回来呢？我应该用什么理由去叫他回来呢？我不能说让他回来，让我回来找我爸爸，我不能说让他回来找我爸爸吧，因为我爸那个他就是拒绝沟通呀。完了就去沟通。你们说，如果我找小迪哥的话，我用什么理由喊他回来比较好？嗯，但是我找他的话，我得有个理由，我得有个理由找他吧。嗯，我去找他吗？我去找他的话，但是有些叔叔阿姨们说那个他，等他来找我，如果他没找我的话，我找他，看看就是这两天嘛，就是这两天咱们把这个事情解决一下。叔叔阿姨们，你们有没有一直支持我们的呀？有没有从那个一开始？从第一个视频就开始看我们的呀，嗯，有没有从那个第一个视频就开始关注我们的？就是说我跟小迪哥之间发生了什么事情，大家都知道的，有没有？嗯，咱们有的话，咱们打个有字啊，有的话咱们打个有字看一下，咱们看一下啊。嗯，谢谢叔叔阿姨们，谢谢你们一直陪伴我们，一起支持我们。嗯，咱们在的叔叔阿姨们都是一直在看我们视频的，咱们在的叔叔阿姨们都是一直看我们视频的。嗯，从开始看。嗯，谢
谢谢叔叔阿姨们，好多好多叔叔阿姨们都是一直在关注我们的，真的特别感动啊。嗯，叔叔阿姨们一直陪着我们，就像那个爸爸妈妈一样啊，一直一直陪伴着我们，一直陪伴着我们，真的给了我们很多的关心啊，给了我们很多的那个关怀，真的非常感动，特别感动，真的真的能遇见叔叔阿姨们是很幸运的一件事，也很幸福啊。嗯，也是因为小迪哥他把我的那个视频发到了网上，我才有机会认识叔叔阿姨们。嗯，我爸他就是讲不通，我爸不知道这个怎么跟他。小迪哥他最近因为一些压力，一些大事情压力太大了，他走了，我也不知道会不会回来。叔叔阿姨们，你们觉得他会回来吗？真的，我已经不知道他会不会再回来了，我已经不知道会不会回来了。预约。预约在这个下面啊，一直在这个下面。嗯，预约在这个下面啊，叔叔阿姨们，预约在下面。咱们在的叔叔阿姨们，咱们可以给他，可以点一下，可以点一下。不行，我心里是觉得我爸那边比较难沟通，还有就是小迪哥他压力也很大，我心里就是不想跟小迪哥分开，因为两个人能遇见，然后又相互喜欢又在一起，真的非常不容易。叔叔阿姨们，你们说是不是？现在就是找个相互喜欢的应该很难吧，找个相互喜欢的真的很难。现在找个相互喜欢的人真的很难，然后我也不想小迪哥因为这个事情太难过，因为一段感情他刚开始的时候都是美好的嘛，然后这个事情就是让这个事情瞬间就变得没那么美好了。我也希望小迪哥他在这个感情里面他能开心一点，快乐一点，幸福一点。我不想他每天一想到这个事情就很愁，我感觉出现在一个人的生命里就是要带给他快乐，我不想带给他那么多烦恼。现在我也就是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我就是不想跟小迪哥分开，因为遇见真的很不容易。遇见真的特别不容易。以前，就是说人一辈子会遇到很多人的嘛，是不是？会遇到很多人，但是嘛，遇到一个自己相互喜欢的这种概率是非常非常小的啊。叔叔阿姨们，你们说是不是？一辈子遇到那么多人，能有几个呀？能有几个是相互喜欢的呀，又那么想好好的在一起的，真的特别少，真的难遇到。我突然想起来我最近碰到一个人啊，就是感觉很熟悉，感觉特别熟悉。我最近碰到一个人感觉特别熟悉啊。叔叔阿姨们，咱们有没有那个视频，就是我碰到一个人，他的声音特别特别就是那个声音很像，但是我又不确定，因为就是这边
都是挡住的，都挡住的，我也认不出来，我也认不出来。然后衣服又穿的很，衣服就是完全就看不出来啊。但他的衣服跟小迪哥不像，他的衣服跟那个小迪哥不像，就是说他的声音特别像，但是他的打扮啊，衣着打扮什么的跟小迪哥是完全不一样的，特别特别像啊。叔叔阿姨们，你们说可能是他是吗？可能是他。我也怀疑过，但是我观察了一下，就是他一些衣着打扮了，还有手啊，都是不像的。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啊，叔叔阿姨们，咱们把那个预约咱们都点了吗？咱们预约都点了吗？就是这个位置，咱们这个位置预约都点了没有？是他吗？叔叔阿姨们，你们说是不是他呀？我观察过了，就是说声音像，其他都不像。叔叔阿姨们，你们觉得是他吗？你们觉得是不是他呀？你们说小迪哥他是不是也很难过，但是他又不放心我，没有预约吗？我重新给叔叔阿姨们谈一下，在下面这里，小迪哥他走的时候，因为太难过了，他没有说太多，他跟我说他要走了，然后就走了。肯定是他吗？我也不知道哎。叔叔阿姨们，你们都觉得是啊，是不是？叔叔阿姨们，我们下面有个预约啊，我们可以给他点一下，那天我让他把那个，我碰到了那个大哥嘛，我问他能不能把那个帽子口罩摘一下，他都不愿意。就是我刚碰到他的时候，我一听声音我就觉得特别像，我刚碰到他我就跟他说能不能把帽子口罩摘一下，然后我刚碰到他我就让他摘一下，他没有摘，后面我又讲了几次嘛，他都没有摘，我也不知道。叔叔阿姨们，我们下面有个预约啊，我们看到时候看看小弟哥会不会回来啊，我们看看会不会回来。5月4号的上午10点，我们看看他会不会回来啊，他就是声音很像啊，声音特别像，然后包得很严实，帽子口罩啊，就是都给他包住了，我都不知道是不是他。叔叔阿姨们，你们说那个会不会是小迪哥找来的人呀？会不会说是他安排的，他安排的人过来帮我？可能是，你说有没有可能是小迪哥不放心我啊？就是说他自己也没有来，然后就是他也不确定我在这边，你说小迪哥会不会担心我？他走了以后，担心我走了以后，他就是叫一个他的朋友或者谁过来看看我，看看怎么样。叔叔阿姨们，你们觉得是小迪哥的，你们扣个一啊；如果你们觉得是小迪哥找的人的话，你们扣个二啊。我看一下啊，叔叔阿姨们，咱们帮我分析一下啊，咱们在的叔叔阿姨们帮我分析一下。你们觉得是小迪哥的话，咱们扣个一；如果你们觉得是小迪哥找来的人的话，
早来的人的话咱们扣个二啊，咱们扣个二，我看一下，咱们看看是一多还是二多啊，看一下叔叔阿姨们那个是怎么看待这个的啊。嗯，一比较多嘛，有没有叔叔阿姨们觉得是小迪哥找来的呀？有没有叔叔阿姨们觉得是小迪哥找来的人？叔叔阿姨们都觉得是小迪哥吗？嗯，叔叔阿姨们觉得没有可能是别人是吗？因为那个人他那天特别好心，我那天嗯这么多的笋，就是说一般人买笋没有买这么多的呀，就买个一点点，就是买那么一些，就是吃个一两顿的，嗯，哪有人说买这么多的是吧？当时我也跟他说了，不用买那么多的，就是买一点能吃的就行了，不用买那么多。但是那个人就是特别好心哦，特别好心，他帮我全买走了。那天不是他的话，我可能都要晚上很晚再回家了。我觉得他就是做事就是很善良，就是很会帮助其他人，这个很像小迪哥是不是？就是说很会帮助人，这个事上面你们觉得是不是？嗯，就上面你们说，就是说他那个很就是帮人这一点上面是不是很像小迪哥？就是说做事的那个做法是很像小迪哥是吧？都是很善良啊，都是很善良。嗯，叔叔阿姨们，咱们把那个下面，咱们有没有下面的预约没有点的呀？咱们没有点的，咱们可以点一下，咱们可以给大家点一下。咱们没有约的可以约一下。叔叔阿姨们，咱们的预约有没有都点上呀？咱们五月四号的上午10点啊。五月四号，嗯，我心里是不想跟小迪哥分开的。真的遇到一个人，遇到一个相互喜欢的人特别不容易。真的，我不想去。这两天小迪哥走了以后，我没有跟小迪哥走了以后，我们俩没有再联系了。我也怕给小弟哥太多压力。嗯，叔叔阿姨们，你们觉得呀妈。啊，我咪哎姐，去找他。我主要是想这段时间缓一下，我也想让小迪哥他精神上放松。我想的是他精神上如果能放松一点，
我想让小迪哥他精神上放松一些，因为精神累比身体累太多了，就精神消耗太消耗了。我就想，我其实这两天没有联系他，是因为我想让小迪哥缓一下，因为他精神老是一直太紧绷也不好啊，就是说压力太大的话，预约咱们就在这个就在下面啊。叔叔阿姨们，你们觉得小迪哥有可能在直播间是吗？叔叔阿姨们，你们觉得小迪哥是不是有可能在直播间？你们说我这样讲话他听得见不？他听得见不？你们觉得他听不听得见？听得见吗？小迪哥你在吗？小迪哥应该听得见，我也不知道哎。咱们也不知道哪个是小迪哥。小迪哥你在不在直播间啊？如果你在的话你打个在字好吗？小迪哥你在不在？如果你在的话你打个在字好不好？因为我们也很多也有两天没联系了，是不是？如果你在的话，叔叔阿姨们也都在呢。我想如果你在的话，我们就一起跟叔叔阿姨们帮着我们一起出出主意，我们给他一起把这个事情一起想想办法。我们人多我们就主意也多一点，是不是？我们人多力量大。小迪哥你在吗？你在不在呀？你在的话你打个在字我看一下吗？没有，应该是不在吧。叔叔阿姨们，我刚刚问了，我说如果他在的话他给我打个在字，没有打在字，你们说他是不是不在呀？这么久了也没有打在字。真的不在吗？小迪哥你不在吗？小迪哥你不在吗？他应该，我不知道哎，我刚刚问了呢，都没有所在。其实我跟小迪哥都是，小迪哥你不知道你在不在？上次我们那个去找我爸那个时候，我们那个就是发生了一些争吵嘛，就是说我跟你讲的那些话我也很难过，因为当时真的特别无助，然后我可能讲了一些比较伤人的话。我不想看到你难过，小迪哥，我不想看到你难过。就是说同情我的那些话。那天可能就是讲了一些比较伤人伤心的话嘛。我希望你不要一直去想那个事情，因为那个对感情影响太大了。是不是
小迪哥，是不是那天我让你伤心了呀？然后你觉得压力太大，然后你觉得压力太大了，你就走了呀？是不是那天我让你压力太大了，太伤你的心了，你就走了，小迪哥，是这样子的吗？是不是呀？叔叔阿姨们，我们把那个下面预约给他点哦，就5月4号，5月4号，我跟我爸爸讲过的，我跟我爸就是我跟我爸一有机会我就跟他说。我跟我爸讲过的，就是我爸一给我打电话呀，或者说我爸一回来呀，我就在我爸旁边，我跟他讲小迪哥的一些事情，让我爸就是能多了解了解他，就是说我爸拒绝跟小迪哥沟通，拒绝跟小迪哥沟通，但是我能跟我爸讲呀，我能跟我爸讲，我觉得我能跟我爸讲，然后就是。这个事情不能只靠小迪哥一个人呀，叔叔阿姨们，你们说是不是？就是说我得跟小迪哥一起努力啊，小迪哥努力努力让我爸了解他，改变对他的看法，然后我也努力让我爸去慢慢的去愿意去了去接受，愿意去了解这个事情，这个事情要两个人的呀，是不是？叔叔阿姨们，你们说是不是？如果只靠一个人的话，那个感情肯定是不行的呀，是吧？我不能，我跟上啊，是吧？我爸爸也是很心疼我的啊，咱们一直看小迪哥跟我视频的人都知道，我爸爸，他就是我妈妈走了以后，他就再也没有找过后妈了啊。然后他就是因为怕，因为有很多后妈都是对原来的儿子女儿就是不那么关心，不那么照顾的。然后我爸也是怕我受欺负，然后他一直那么多年了都没有找后妈，他真的很心疼我的，他怕我受一点点委屈，真的。我跟我爸打电话，我爸叫我爸打电话，我给我爸打电话，我给我爸打电话，他就是叫我不要提这个事情，不要再讲小迪哥了，他说没事就不要给他打电话，他说这个事情没什么好聊的，然后就是那天就是说打电话我爸不聊嘛，然后我们就想自己过去我爸上班的地方跟他讲，结果那天就是发生了一些事情，然后小迪哥他也可能压力太大了，太伤心了，他又走了。叔叔阿姨们，咱们预约都约了没有啊？咱们预约都约了没有？在下面这个位置，可能已经没有了啊，可能已经没有了。我重新给叔叔阿姨们谈一下，在下面这里，在下面这个位置。叔叔阿姨们，明天我看一下吧。明天我看一下，那个，看一下小迪哥有没有联系我。如果没有的话，我看一下要不要找他，然后我再给我爸打个电话问一下我爸那个小迪哥给他发的那么多短信，他都看了没有？问一下我爸有没有都给他仔细的看了。
因为那个讲了很多，这么长一段，好多的。那叔叔阿姨们，明天我再给我爸讲讲，再看一下什么情况，再跟叔叔阿姨们讲好不好？明天再跟叔叔阿姨们聊天啊。嗯，叔叔阿姨们，我们这个下面预约都可以点一点哦。嗯，那咱们就下次再见，下次再聊天。叔叔阿姨们拜拜，叔叔阿姨们晚安啊，晚安叔叔阿姨们。晚安叔叔阿姨们。叔叔阿姨们，你们也早点休息啊，你们也早点休息。嗯，今天你们陪我这么久，你们也累了。嗯，因为这个事情影响到我跟小迪哥了，叔叔阿姨们，你们也是跟着一起在经历这个事情的，你们也累了啊。叔叔阿姨们拜拜拜拜，我们下次再见啊，我们下次再见啊，叔叔阿姨们拜拜拜拜啊，叔叔阿姨们晚安叔叔阿姨们，晚安叔叔阿姨们拜拜。叔叔阿姨们晚安，我们下次再跟叔叔阿姨们见面啊，下次再跟叔叔阿姨们见面，咱们下次再见啊，叔叔阿姨们你们也早点。